我现在对你的要求不多，第一，绸子不能毁。好，行行。我不想今天节目的后半段都看到秦霄贤蹲在旁边解那个死结。好，这第一个要求。第二，不要误伤我。对，不要误伤其他队友，好不好？哲哥现在已经很害怕了，看到你。哲哥开始拿扇子打你。第三个，不要缠住自己。我尽力，这尽力。就是如果缠住的话，尽量别缠脖子。好了。弟弟，弟弟，笑容好一点啊。对，来准备。表情，表情，表情。准备啊！抖抖了，加油，加油！来准备，开始。想你，一二三，走。哎呦，转！哎，哇！哇！再快一点，再快一点！不错不错，把手打开，打开，打开，高一点，高一点。表情，表情，秦霄贤，表情。逃过头。转，接着转。老秦，这是哪儿？老秦，我发现你这个是地板流，这个不是这么玩的，这个不应该是这样的。这个是这样的，我们看到他能够转起来，而且绸子没打结，已经很不容易了，对不对？不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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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挺好的，棒棒。我跟你讲，我们小弟不菜，就是不菜，真的，绝对棒。我们真的派出了我们最有这个，哎呦，缠着了，缠着了，回去可以练一练，是不是？真的，然后演相声的时候来那么一段，我太好了。